妈，我回来哦。哦，你是走倒了，这阵仔入门，你莫让恁爸有借口通念伊啦。念你讲哦，若毋是出咧厝的，规工拢无咧走倒做工课哦，啊无就是出去外口四处跑跑走。我就是哦，无让伊看我无，我才去向边仔行行，看有啥物生意通做无。妈，啊你讲，十万块通借我？嗯。我要哪有遐济钱啦？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嘞，恁爸逐个月是摕偌济出去倒来厝里哦。我也着爱穿三顿，水费、电费，里里扣扣的费用，哎，三不五时着搁甲我伸手一下，我省遐济钱。嗯。嗯。你这边是咧到处啥？哎呦，啊你也无钱借啊，问问遮济是要创啊？总是爱关心一下嘛，我是咧想讲，若真正会趁钱吼，我才来找恁阿姨啦，啊恁阿姑，甲因周转者。啊，无问题是，这笔钱哦，咱啥物时阵会当还人哦？爱还人一个日期咩？两三个月就当还啊啦，稳当的。我甲我朋友哦，看到一间哦，钓虾场，想要甲拍落来，到时阵哦，过手就会当赚条钱，投资生意啊。啊，加减啊，落一寡钱啊，对无？钓虾场，就讲土洞，啊，万不哩店拍落来，啊，时间吼，无法度拍出去，啊，投资咪风险足大诶。我看卖咧，你嘛知影，我甲恁爸哦，咱即摆手头嘛真红滴个啊，做啥物代志哦，爱较谨慎诶啦。拜托诶，稳诶啦，啊，都是无问题，我才开嘴甲你借钱啊，这边哦，稳当诶啦。妈，啊！你毋是哦，常常讲叫我去做正当的生意，我即摆要去做，你怎伫遐细细念，也无斗相听啊啦？毋是妈爱细细念，毋是妈无爱甲你斗相听啦。我是感觉哦，这万项代志哦，总是爱较细滴，细滴不是本。好，我听嘛，我来比者，我等下搁要水果打嘞。哦。讲着你哦，恁爸边个乌一边啊？啊，规天个人家忙忙拢唔敢人哦，当作路中拢无人，油门安尼吹落去个，结果哦，驾照用吊销去啊！啊，规天看你安尼乱溜连呐，我愈看愈硬啊！你莫赶紧去找一个工课通去做啊！无啊，啊你昨暗时也无转来，怎啉酒哦？无啦。我用滴到假时，我改啊啦！啊，无无，赶紧找一寡来工课。哎呦，啊，我知啊，也毋过即当阵哦，工课就歹找啦。我干那会晓开拖拉机，其他我也无在了做啊。搁再讲啦，过两年啊，我会当重新考牌，考大牌我就倒去开车啊。哦，那讲到你这个空囝哩，敢讲我爱恁爸甲你开工点干，读较快较成功袂？你袂晓哦，赶紧找一寡临时的工课，哦，保全呢。大楼管理员嘛可以。至少趁一寡所费啊，对无？你几岁人啊？刘医生，啊，你来创啥啦？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建商所开的条件我拢无同意啦，哦，你好回去啊啦。莫安尼啦，我嘛是食人头路的啊。啊，你的代志若无处理好，我无多甲公司交代。杨大叔啊，啊拜托的，你叫建商哦来阮卖厝，你到底有啥物好处啊？阮无接，你无钱哪赚尔，是要交代啥？要买钱啊，啊无趁钱，要买石头。刘先生，建商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能够在我建商签个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来我当秘书啊？来，有事情事了吧？想说看在我们这么诚意份上，想说刘先生帮帮忙。好啦好啦，就是啊，我对你爱去找领导，啊，将这代志讲个清楚，对啦。啊。谢谢刘先生。哦。好好谢啊。哦。行，哎，杨大叔啊，我爸在后呢。哦，没问题。哦，啊。老先生，这样品有个设计图，是以后咱社区中建了后的模样。
既然中建是为着要欢迎咱都市佮更新，予咱的住户吼，佮有较好的居住品质，你讲是毋是啊？老师，你即马所住的所在吼，嘛已经三十多年啊，厝佮人是同款的，拢会老啦。吼，啊若有岁啊吼，毛病渐渐就会愈来愈多啊。你阿咪遮台漏水，连咪遐台佮补土，嘿。假使讲，咱的厝用个中建，吼、哦，有新的厝通住，有搁较好的环境，互咱来住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啊、哦，当然，我同意你的讲法啦。也毋过，厝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啊，总袂用讲恁做建商的人凊彩讲两句啊，啊，要求我配合人拆厝，啊，我来配合啊，对无？规定啊，一百句做一句讲啦。这件代志，个爱阮整个社区厝边头尾，大家拢同意，安尼唔叫遵守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是啦。所以我唔得请大叔去恁遐甲恁协调，对无？而且吼，即摆嘛已经有95%的人拢同意啊，因拢同意阮的意见，甲补助的办法。既然大家认为讲重建是好的代志，老先生，你若有啥物意见，咱大家用参详一下嘛。啊，看起来吼，我该讲的拢讲了啦。啊，当然，恐惊你阁无法度体会我的想法。哼，啊，无要紧啦，我阁重新阁讲一遍，讲较清楚的。当然，会当住新厝，这是件好代志啦。也毋过，咱当初时啊，有讲好啊，一平换一平，啊，每一户哦，各当加两个车位。这我是无啥物意见。哦，对啦，我若想着讲，我未来要住的所在，迄是夹伫个大楼中呢。嘿，我安尼前看后看吼，佫感觉讲有压迫感。啊，尤其讲我要拍些面皮，迄五楼厝，迄偌好势呢？若想着讲我未来要拍些面皮，佫爱拼到22楼的厝尾顶，迄是真正难啦。对对对。啊，搁一单代志，我请教。啊，是安怎样？我袂当住24楼。啊，是安怎样哦？我原底厝尾顶家起的所在，迄85年，我有申请通过呢。啊？你哪会用个讲我是违建？迄明明是合法的，你知无？违建就是违建，哪有什么合法？我知道我们重建要花多少钱。你们租房子要补助，拆迁也要补助，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公司先垫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敢知影我这钱？敢那讲出来，敢那惊死啊！少年头家，你安尼讲个叮当呢？你这款的讲法哦，是挂鸟尾叫饭饲鸟的讲法啦，卖相骗哦！我无需要恁的补助，我悠然住我的旧厝，我无稀罕你的新厝，安尼用的未？卖啰嗦遐济啦！你已经破烧我厝。你想要提偌济？你讲，一句话，我甲你买。无啊，少年头家，讲话就较站得开个啊！你客说你有钱，讲话就遮爽些少。我无稀罕恁个新厝啦，我依然住我个旧厝，无需要你补助个用个袂。你莫讲我无甲你警告，即马大部分个住户拢已经同意啦。就算讲你无同意嘛，到时阵我就用公权力请你搬出去。王伟。说两句，老先生，这个社会吼是少数就多数，既然大家拢同意啊，就干那剩恁几户也未同意，阮是用个请法院来定着这件代志。我跟你讲啦，怎个？人讲法律千万条，唔值黄金一条，我阁唔相信讲哦，法院有法度想看想办，要来拆我的厝啦。老先生，你若是有律师的朋友，你用去家探听。我真正是做有诚意，要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好啦好啦，我吼嘛无爱甲你讲啊哩哩啰啰啦。非得我拜托的，等下以后你唔爱阁派人啦，你甲我见啦，吼，我来去。刘正，刘正，老大，不好意思，我再跟他谈一下。刘正。
光辉，做生意谈事情不是这种谈法的，啊，咱们是求财，求的是事情的圆满。就算答应他的要求又怎么样呢？只要我们重建可以顺利进行，退一步，差不到哪去的。爸，你知道，这种人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愣头青棍”。你对他越好，他就觉得你怕他，所以你不管给他再好的条件，他都不会满意。这样好了，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我，我保证一个月内解决。一年前，你爸就会答应先重建同意书。结果呢，我带书跑几趟。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在想什么、啊。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来。什么事情都要一点点时间。你欠我70几万，也叫我给你时间处理。结果呢，处理到现在，什么事都没处理好。你叫我怎么相信你、啊？真的啦，我们家人哦都商量到差不多，就差我爸。拜托你，你就不要再派人来我家。我爸就是看你们急，想掐住你们的脖子，要你们的命。我会处理，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的。您放心，小莲大爷，只要你把这条件提高，连那七五我都好顺便帮你签成了。你确定？你要怎么谈？你每户给的补助款是150万，你只要把这个条件提高。他们满意，自然就会签了、啊。好，不啰嗦。每一户我给到250万，去你们家我给到300。佣金的部分我另外再多给你100万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要说我没有跟你好处。多谢多谢。哎，志哥，笑脸大呀，你要我跟那些住户谈，我手上的子弹不够，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？我买些东西跟一些住户保干净嘛，啊！好了，我再给你20几，加上你之前欠我的70几，啊，总共是100，等于是你佣金的部分了。但是你多久可以搞定？2个礼拜内一定帮你搞定。最好是要搞定，不然我就自己处理了。咱一定要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，啊，咱搁有背后爱袂甲这建商哦签约，啊，大家哦啊团结起来，那无大家一世人辛苦买的厝，啊，这么简单就叫建商签去，大家一定不服的嘛。哦，没有错，补偿办法没有跟我讲清楚，我是不可能同意改建的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咱即马是搁在来讨论啥？哎，吴太太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这代志哦，我会当哦去甲建商讲啊。会替大家争取到上好的补贴，搁补偿的啦。阿姨，今麦每一户才补贴150万，你是会当替阮争取到偌济啊？我听讲哦，迄建商哦会态度放软哦，想要哦提搁到200万啦。要唔过这200万哦，我是无满意啦。我按算哦，甲讲到250万，恁感觉安怎？嘿，好好好，如果啊可以拿到250万的补贴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答应的。但是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条件，不知道建商同不同意呀、啊？你说说看啊。但是要求，假如不要太过分的话，我也可以跟他们说了。啊，但是讲好了就不能后悔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吴太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是袂歹啦，应该是会使交坤和我去处理啦。对啦，交我处理就对啊啦。哎，要唔过哦，以后跟他讲好，就袂当改哦。哦，我来做人哦，吼。哦，袂啦，袂啦。啊，安尼好啦，好啦。无安尼，大家甲条件写写的啦。委托书要写出来哦。我这样啦，我现在就去文具店把那个委托书买回来，大家就签一签啦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来去背，我来去背哈。慢点啊。哦，能办啦。好。好，再见啊。喂。嘿嘿，来啊！啊，其实哦，有新厝通落去好事啊。人建商要出钱啊，免你出钱啊，你上哪要反对？听你安尼讲起哦，
骗秘书吼，我超工在顶关键。我无讲什么人对，什么人唔对啦。这款代志哦，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啊，对不？啊，大家协调好就好啊。每一个人拢有大个主意啊。你若讲到人哦，我讲到属于互你偏方的。迄人爱讲酒藏久会芳啦，哦，啊病若拖久会沉重，啊若感冒若藏做伙会烂规人。即摆的厝哦，啊起家呢目睭睭啦，不过哦十外户啊尔，大家互相有熟悉，有咧烧酒嘛。啊我若想着讲未来哦，若要起大楼，哇病啊！迄啥物人是啥物人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加一挂天文人搬搬入来，我看迄块的环境哦，会好袂完全。袂啦，啊你唔是讲要起大楼，到时阵就要保全啊，啊治安绝对袂歹啦。啊若厝边头尾无实在，到久就实在啊，袂遐尼困难啊。主任嘛，即摆住伫咧台北的吼，拢是迄五楼，啊家家户户拢倒剃头啊，红烧菜咧，迄规条街安尼看起哦，迄袂算啊招人啊。啊，不过我若想起讲哦，未来若要起到二十二楼厝，哇病啊！安尼起到一家一家，我安尼前看后看哦，你敢知想啥？恁古塔啦！我若是讲我未来哦，要住伫迄个所在，我规身躯袂爽快哩，哈哈哈！哪项代志哦，拢是爱豆豆关心啦，啊，对，啊对，免啦免啦，我请你啦。好啦，买水果一定爱算钱。哎呦，我个讲唔免你耶，我请你啦。你若真正无要收钱哦，招牌底下啊。哦，我知啦。是不是有人甲你买水果无拿钱？你甲我讲是啥？哪有啦？啊，买水果本来就爱付钱啊，都无咧龙马讲对无？对啊，我是检察官呢，我唔是龙马呢。好啦，交我这啦，啊。啊，一百块个啦。多谢。其实哦，因为只卖水果。一定年了，有几十块活动吼。啊，开单嘛开啊，惯死伊啊！啊，因咧定薪啊，定较闲的时阵，结果哦，加开一张罚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变啊无代志啊，你个。啊，不过爱讲哦，阮这做小生意的，足济人拢是讨厌警察的，我袂啦。好啦，啊，你有想过无？你厝若是卖卖咧，啊，钱就咱摕去买店面，啊，若无做一个店面嘛好啊，家己做生意啊。店面哦，买袂起啦。我唔甘的吼，付出租的，你的生活水电钱啦，你哩扣扣哦，加起来嘛一百钱呢。我着这么这样做生意哦，结结红开两张我哦罚单利益嘞，吼啊，规日一百句做一句讲啦，恁做官哦，袂当替阮做百姓辛苦。好了好了，你欢喜了，这多谢啊。啊，为我来买水果，看我这都要叫什么，阿拉无以后买来啦啊。是，主任。好，进来。啊，孙家，孙家。嘿嘿，爸，我等你。你哦，叫我咧拉稀拉稀啦，走几工也无去甲恁爸斗三工，你是无用啥？哎呦，阿爸一直叫我出去食头路啦，秘书哦，惊叫我食倒。我当然啊，去边啊，细细看看，看生意通做无啊。嗯，你是甲人抢哦？哪这钱？这个卖给你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交朋友哦，伫牵狗卖迄钓虾场，啊一过手哦，赚十五万，五万给你。这哦，其他哦，要行李官啦。啊，这给我向行李官啊，身躯顶恁无半仙啊。无钱骨赚到啊，免烦恼啦，啊。妈。李哥，来。九万行李，阿妈，伊做见证哦。啊，你那样子哪会我？你免管啦。哎，卖在我面头前算钱好无？歹看啦，你是袂信任我哦。哎，当面数清楚才不会有纠纷啊。你，嘿嘿嘿嘿，妈，来来，我甲你讲一下代志啦。你哟，我甲爸讲啦。哦，有钱摕，搁有舒适的生活，通啊住，叫伊哦，莫这样顾一下，哦。哥，你是来足烦的，甲你讲过几多遍啊？这间厝对爸最有意义的。爸吼，是毋要签毛重建同意书，我拢会尊重。哎，
什么意义，什么价值，总共一句，就是钱讲不下的问题嘛。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爸爸已经讲过遐尼侪遍，你现在都没了解伊的心情。咱大这大，这拢是咱的基地，这对爸足重要的。我问你，伊到底吼是给建商偌济好处？你想哪下吧，一直同意拆迁。我哪有摕什么好处啊？这间厝是爸的呢，补偿嘛是爸摕，跟我摕哦。你真正无摕？我无摕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唔通甲爸吼讲起厝的代志，莫惊伊烦恼。那应该爱讲的时阵就该讲。恁哥讲的嘛无唔对啊。有新厝通住，恁爸是咧坚持啥？你也无想看咧，恁哥将来是爱娶某生囝哦。是到恁阿叔阿公遐囡仔吼，有新厝通住，有较好的环境，是倒位阿咧歹啊？对咩？妈，到时阵吼，伊要买偌大间的厝，是偌好的厝，伊家己拍拼就好，你唔免替伊烦恼啦。啊，无然到时阵哦，伊也无想要住伫厝啊，对不？遐要哪会用的啦？我咧讲哦，你若结婚了吼，赶快爱甲阮住啦，总袂个结婚就搬满厝，拢爱出事大人。拜托个，咱即摆吼伫讲改进的代志。你无代无志，拖堆，我结婚代志袂要创啊啦！我再讲，结婚哦，嘛有对象啊。喂，你是来乱的哦啦！我要来上班啊 ，Thank you。三百计很贵啊，你。好啊，我见过你哦。你若结婚了哦，真是做你搬出去哦，我就无领你这后生哦。袂啦，我爱甲阮某友好你啊，甲爸，安尼唔就好啊，嗯。你嘛甲差不多，啊若无吼，无菜共咧生，无菜共咧请。好啦好啦，我来捡菜，无时间吼，恁爸回来，未赴汤家，都搁找你念。好啦。少爷，哎，大顺，这个案子小 case， 我跟我父亲讲一下，马上就会过，交给你。放心，好兄弟，来，干杯。美女，我又见面了。你不要这样动手动脚耶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单独出去，我就让你抓栏杆、撕被单。我请你放尊重一点啊，你。小乐，现在连这种货色你也要，饥不择食啊。叶公子啊，服务员啊，比他们这种女孩强多了。拔到之后是有成就感的。哪有什么成就感？听说你最近不是买了辆新的跑车，拿出来我们两个尬一下，这才叫成就感。我告诉你，我买了一台二手车，花了300万，一加油就给我熄火。车商来说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已经跟我爸说了，到时候啊，叫那些法官搞死那个车商。好啦好啦。火气不要那么大，我那台车刚买2年而已，需要的话先拿去开。干嘛？看不起我买不起新车啊？我为什么要开你的车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你没有车把不到妹嘛。来来来，不要生气，来，大家一起敬何少爷一杯，来。来，对少爷，不错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电话里面听你说事情都搞定了，哎，是，那恭喜你，来，喝一杯。叶少爷，你朋友介绍一下吧。我旁边这个是银行的小开，你是建设公司的吗？哎，你干嘛的？他们家卖水果。哦。水果大王嘛，来，我们敬水果大王一杯。不用了，不用。叶少爷，有事情我去旁边说吧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离开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来来喝酒喝酒喝酒，来来。我说的是250万拿着，不要再跟我谈条件了。干嘛？现在是看我好欺负，要吃我吃到底吗？其实他们要求的并不是很过分，你们都做得到的。少啰嗦！我
告诉你，要的就250万拿着，把同意书签掉，不要那么有的没有的。哥，你的事啦，哎呦，交代你的事情快搞定。哎呀，你哪家这人熟悉啊？好啊啦，你问问这是要创啊啦？哎呀！原本的补偿金从150万，我们也拿出最大的诚意，250万来跟你们协商。但是现在你们又提出这么多的意见，我们公司觉得你们真的是太过分。公司没有办法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，况且尤坤和当初答应出来谈条件也不是这样说的。他说一定会说服我。啊，不过伊讲你会尽量答应我的要求呢。我们满足你的要求，然后你们就对我们狮子大开口，予取予求，就像刘坤和一样，他们家的补偿金已经从100万提高到300万，而且你们每一户我还让他抽佣金，我这样子回馈他，他也答应了。结果呢，你们还是这么多意见。刘坤和，这样出卖你，我就不信弄不死。哎，经理啊，我们是有委托刘坤和，但是先决条件你们要答应我们其他的要求啊。不可能啊！你们八户，我们每户都给100万。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结果你们还有这么多的意见，那你们当我们是什么？当我们银行还是慈善机构？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。条件，啊，咱要找来，才要创啥？阮是真正足有诚意要甲你协商的，钱，阮会用去补贴你一挂。啊，不过恁讲的这个条件，咱就莫去讲，好不？这是无可能的啦！除非你答应阮的条件，予阮的厝伫个边间，安尼以后阮们才会卖较侪钱。各位，真侪代志是要一人退一步，才有法度完成的。什么代志恁拢要接命？安尼阮更凶嘞，阮们就变作潘呐。啊，进前签约遐个住户嘞，伊们拢戆啊。那就没什么好谈的啦。对，那就没什么好讲的，不要讲啊。你们大家最好要知道，什么叫做少数服从多数。我是可以用公权力逼你们搬家的，最近在士林就有一个案例，你们回去可以参考看看。你是在威胁我们？我现在是要好好跟你讲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等到我动用公权力的时候，你们才要来协商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等下一次你们想要找我谈的时候，我都不见得要谈。房子是我们的，就算是法院也不能强拆我们的房子啊。对啊，没错没错。好啊，统统死出去。走，没错，这怎么了？这样说话。经理，像这样跟他们撕破脸，我和我协商会很难进行的，是吗？这个老君侯吼，根本就是在甲俺骗嘛，无怪江浩新讲啥物帮人家建商馆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应该找他出来谈一谈，这个小人利用我们赚钱。讲啥物臭病头尾，我呸！这老坤和这少年的吼，实在够干巧的啦，无像恁老爸这么老实着。啊，我真正有够衰啦！啊，博啥哦，输啥？你啥物时阵哦，叫我都气气啊！哎，各位各位，欢迎啊！大家要叫讲见上听，我相信大家哦，真紧就得到满意的答案啦。讲到这么好听，你根本就是骗阮签同意书，然后得到好处嘛？哎，我哪有啊？恁大家是不是对我什么误解啊？少骗人了啦！建商啊，已经找我们谈过了啦。
果从中没有什么好处的话，你会那么好心帮我们？没有啦，我看啊，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、最大的利益着想而已。我无啦，我对百五万讲了250万啊呢。啊好啊啦，我无要搁再听你花言巧语啦，咱来做啦。对对对对，让我过来。哎，走开了。妹啊，哎，快上来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少爷，你到家干嘛？你我刚捡了块鸡蛋，你来偷啊？哦，你跟那些猪见过面了？原来是你啊！是啊，他们提的条件我一样都没答，所以我交代你的事情，等于你都没有办好。那么你欠我的钱是不是要还我了？我把他们条件跟同意书给你看过，你跳过我跟他们对谈，你根本在利用我嘛！我为什么要花你钱啊？你搞清楚，我才是建章，我不跟他们谈，那你跟他们谈，你给他们钱。你这个人哦，不讲信用哎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10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回头啊！你想啊，欠人这么多钱？我家己的代志哦，我该处理的。我无钱啦，人嘛咸咸啦，没有钱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爸在这，请他把房子签一签就有了。这个房子哦，是我爸的啦，又不是我的，我不能做主啦。哎，欠钱的是坤儒啊，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嘛无退还钱，你给我听清楚哦，以后不准再来阮家咧摇八叉啊，若无我报警。你无要退还钱？那呢，伊若是伫个外口行路，无注意滑倒，断脚断手，后半世人爱靠你饲，安尼你嘛无要管。安尼上盖好，吼、哦，你尽量甲拍，拍好死，以后这个不好处所做的代志哦，我免只甲爱心我乱吵吵啦。哎、爸，你哪安尼啊？你若无爱甲我斗相共，无要紧，无需要安尼讲啊。好啦好啦，这件事情呢、哦，我让你们父子两个好好商量一下，两天后我再来。叶光辉，我无钱啦，命条啦。老罗，你是欠人偌济钱啦？你是无听迄个建商咧讲笑，伊个是替人牵狗啊，啊人个给伊钱啊，啊即嘛好啊啦。代志超袂好势，人当然要来讨钱啦。我无替啦，我干那哦是讲哦，要替遐建商哦去说服爱袂签约的人啦，无办法咱斗。搁再讲啦，这件事是你的啦，要签约歹签，是你决定，我靠都做主哟。啊，你搁咧钱？我听到一清二楚呢，若讲到手上伊对白仔囝，迄人有带双刀来出事，啊，伊真方便的加价合作，迄等于哦是赤鬼拍药单，你该死啊你！爸，你若要甲我斗相共，无要紧，准拄煞。也毋过，你到底安尼讲话，我到底做啥物歹代志？我是干那讲要替建商哦整合遐个住户，我到底毋对。我无希望哦，你干嘛过到这么辛苦，我到底毋对。我无讲你毋对啊。是你小贪，啊！即马出代志啊，你钱摕袂出来啊！你即马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处理啦，袂去牵着着你啦，袂去牵着我。欸，我借问，100万的，你要得动100万？我若是用手上搞一个派人伫咱东门家口，啊，下死嘛饲袂赢啦，啊，你又爆炸啦，哈！凡事哦，我破油餐的，你厝边头尾若看到吼，我趁你母下面要行，伊就去啦。面子是囡仔偌济啦？现在开路欠人钱哦，想收钱较要紧啦。我插插伊死，所以你要见死不救。是啊，你无效了然啦。对啦，我后向必是你上欢喜啦，我会死外口的啦。哎，坤宏，你家种啦。你若看坤宏剁脚剁手，你就欢喜啊，你是管咱这样啦你。伊若不是小贪，哪有可能让利用？哎，啊你是要倒啦？我会中道转的。要吃好心解渴啦，要来装钱啊啦！刘先生，你的房子已经30多年了，我们必须去看过才能借你钱。不过你的年纪跟你没有办法提出还款的能力，恐怕比较没有办法。敢无其他办法？我这间厝上话达800-900万啦，对不？啊，你借我100万？咱真是有这困难哟。
刘先生，这样好了，如果你家孩子有固定工作薪资证明的话，我们也许可以帮你的忙。妈，你要把厝过户啊？我甲银行借钱哦。是啦，伊头就是安尼讲，讲咱全家口啊，干那你有固定的头路，才有法度提出证明的。爸，你真正要借钱给大兄，让伊去行债哦？我唔敢要伊出代志，佮看哪讲，伊犹原是我的后生啊。你看妈就是安尼啦，啊，特别阿兄也出代志，你着跳出来替伊处理。你看即马有啥物代志，拢无去面对，要把代志交予你干妈。阿兄应家己揣头路，慢慢还人钱啊。啊，只要伊有生意哦，人一定会用予伊慢慢啊还的啊。无效啦。我有嘴讲啊，无烂，伊同款歹插我啦。哎，人对方是厂商呢，迄明明就是许振动器的啦，我一空大空的，互恁大兄跳，然后我叫伊逼我签同意书。大兄拢几岁啊？佮毋知影人咧利用伊哦。这厝是你辛辛苦苦咧买落来，迄到底是咧想啥？爸，你着互伊受一摆教示啊！啊，若无永远拢袂大汉啊。爸。之前欠钱拢是你干妈咧还，啊，佫有啦，酒驾嘛是伊先搞借钱给伊缴的啊，啊，伊敢有为着伊家己的代志咧负责任？问题我是咧惊讲，到时候剁脚手的时阵，你佫要我要困会起少啦，啊，佫有啦，林母啊一定负我一世人啊。啊，若无，我干妈讲好啊。哎呀，唔通哦，你唔通互林母啊知影咧，啊，你要甲我斗三工无啦？我唔是甲你斗三工，我是甲阿兄斗三工啦。到时伊若是要去立迄贷款，啊，我的信用袂受着影响。袂要紧，袂要紧，到时钱我来拿，吼，啊，你就当作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一世人吼，咧做代志、做人吼，拢安尼规规矩矩呢。啊，我干呐一个后生人尔，将来着搁愿望伊甲阮老家团圆会，甲我捧斗。啊，毋知是安怎，这两年吼，遐代志有够多啦。遐啉酒开车吼，也无安怎，结果驾照着去互吊销，头路全无去。啊，即阵啊，搁伫外口吼，欠人有够侪钱的。哎呦，神明啊，求你着保庇嘿，保庇阮困落来，一定爱平安无代志。啊，若有代志吼，嘛会当顺利解决啦。上好是吼，看会当互伊个事业上有啥物发展无？莫安尼哦，一工干嘛阮头个话，咧甲细细念细细念。哎呦，继续安尼念落去吼，两爸仔早晚着变完休啦。拜托，就是袂啦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吼。前几晚我才给你5万尔，遐钱拢开完啊！你若咧无钱，就找我替呢。啊，遐我是拢先去甲恁阿姨钱啦，借钱免还哟。奇怪，啊，你电池是要搁创啥？是安尼啦，我有掠几家名牌啦，稳开的啦。啊，我有啥物名牌咧稳开哦？莫想想遐啦，加开加了的啦。啊，真实的啦，妈，你看这几支有够水的呢，稳到的啦。我哪知哦，遐债务我拢有得处理。我妈哦，又好你甲爸，你真正要甲我斗相共啊？哎呦，我真正要叫人录字哦，录到要起痟啊啦！
啊？啊，袂啦，大家你管好哦，过会会啦，大家做伙转吼。3万块才买几个人呀？无啦，才买一半，其他一半八天后，这边无着，那边嘛会着啊。不要，我欠你。哥，啊，你是收钱收啊分期哦，啊，要遐尔侪彩卷，敢会对啊？哎，拜托，好无？你这衰啊人哦，莫乌白讲啦，较免叫你带衰着啦。哎，衰哦，我看你才敢来写一个衰字呢。厝里喏，上衰是你。你讲煞袂啦？煞。妈，我要来上班啦。好啦，较细腻哈。嗯，祝你中大奖哦。嗯。都是啊。哎呦，刚好会讲啦，这边也讲，我来甲分开啦，伊甲甲合作位啊，这是变安怎啦？哎，莫用你伤心的话啦，我。妈，你要倒？趁恁老爸还袂回来啦，我今仔找你来攰钱钱啦，啊无，若阁无鱼无肉，恁爸就念几工个啊啦。妈，啊今日要少，家具足较济，我后期阁要买，分开个啦。你来丢啊！哦，这是要停哦！我跟你讲哦，今麦若阁继续讲落哦，想要提啥型啦？啊？妈，叫阿祖嘛同款啦，你若较站直嘞，记找头路，听到无？妈，找头路，找头路，敢找到头路？那一百万都解决来哟啦！囡仔抱甲创啥？无，无啥。哎呀，我看见，看你欠偌济啦。就无啥物通看的啦。德贵。啊。我想要借一点花仔，好。借花仔？那个无欠门钱，你借花要创啥？你还知呢？迄景气是歹甲死无人呢，你唔惊向倒去是无？拜托诶，莫野鸡啊！哎呦，迄石花啊，嘛是像咧欠钱咧啊！欠钱，莫戆啊啦！你有想到无？万一啊，我们倒两脚，啊，到时你要欠啥赔人？拜托诶，较早睏靠眠哦，莫来想迄有空无顺的代志，哦。名气侪，我上位是要创啥？搁来提醒你啊，哈！我甲你讲哦，伊若是有担当的囡仔，我一定提伊到底啦。你也无想法，自从伊退伍了啦，哈，啊，工课也袂定着啦，一当换二四个头家啦。啊，无好在迄当阵哦，我逼伊考卡车的驾照，伊唔才有法度开卡车的机会。但即嘛好啊，爱啉酒啦，出代志啊吼。都是你爱听生气的啦！你逐个人拢讲我听生气，啊是做一个做事大人的，袂疼家己的囝。我哪会无甲念？我有甲讲啊，伊着讲伊会改啊。改咧久咧，人咧讲啊，成低业造，成囝不好的道理，你毋捌是哦？你看伊啦，大母人大母正啊啦，哈！啥物代志该做不该做，伊拢分袂清楚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阁提起哦，要咧甲我信道。以后出代志哦，你就伫个后壁咧个收尾啦。你是念煞未？你哦，会当心肝遐尼凶，拢无爱插伊，我做袂到啦。我咧讲哦，咱是干咱这条修路去哦，碰到讲伊个哦。我唔敢唔望伊哦，你嘛敢帮忙咧？我感觉哦，咱查某囝比后生哦，佫较友好。我咧讲，将来咱若吃人哦，也是美观啊哦，较友好咱嘞。我望你嘞。昆豪安啊，真是外口出代志，你的心肝敢真正会得过吼？我咧插插你死啊！
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止你来借花啊！啊，不借花是要安怎啦？那无你家己来负责啦！冲啥啦？你慢慢看，慢慢哦，慢慢看来，像你心肝现象老爸啦。以后就烦你哦，唔通阁叫人来阮家咧喊甲大细声，你幺八叉，啊交叉着阮的生活。我讲当的，咱吼拢是做人老爸的人，无希望家己的后生出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对恁后生吼真有意见，咱也用迄个金钱的方式来怪阮后生做迄个害人害己的代志，安尼是真过分。做生意到需要安尼？老师，你误会啊！阮做生意吼，拢足讲信用的，绝对袂去做违法的代志啊！无，我千万无讲当的你做违法的代志，啊嘛无讲你是正当的。你爱阮吼签这同意书，会用的啊！至少爱给阮大家吼心甘情愿接到，哪会用用迄款吼强迫啊是欺骗的方式，安尼个定单呢？花伫一百句做一句讲啦，我是无可能签这個同意书啦。老阮党的吼，以后唔能够派人来阮家吼，咧苛刻啦，歹势呢，甲你交叉掉，是袂啊？哎，老师，老师，死因啦，死鸡那个无放鸡屎有啦。罗秘书，把光辉叫我办公室来。当初你借钱的时候说的那么好听，现在呢，跳舞的，当纸糊的，要宽限几天？好啊，我看你拿手还是拿脚来宽限。爸，你们两个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你是不是借钱给刘世贵的儿子？对啊，他没有钱，所以我借他，顺便叫他把那几户没签月租，他能够搞定啊？怎么了？所以你就带着他们去要债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哎，你看看，人家父亲都带着银行本票来还了。他不是说不管他死活吗？哪有不管儿女死活的父母啊？除非他没有办法。你给我听好。我们是建设公司，不是讨债公司啊！我们是做大生意的，像这种事情交给别人去处理就好了，别自己出面了，传出去很难听的，外界对我们的观感也不好啊！啊！哎，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有了，听到了。还有啊，别老叫他们出去外面处理事情，搞出事来扯到你身上，你一样有罪的。那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部超跑，那经理很白目，竟然刁难我。好了，不过就一部车子嘛，我会叫人去把车子开过来公司过户，别为了一部车子惹事情。还有啊，你晚上别老是往夜店跑，又开着那么贵的跑车，太招摇了。你自己要多注意一点，别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有时间在外头惹是生非，倒不如帮我想想办法，看看那几户该怎么处理一下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反正他们要的不过是钱嘛，你不用烦恼。是这样吗？你别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！那些人呢，都是住顶楼的，顶楼都有加盖的。你呀，带些人去丈量一下，
看看那顶楼的实际面积有多少。如果是铁皮屋的，我们补贴三分之一；如果是砖造的，我们补贴一半。或许这么跟他们谈呢，会比较容易。经理，事情都处理好了。怎么样？精不精彩？还不错，消防车都来。来，这5万块你们拿去庆祝一下。谢谢经理。监视器没有连到这里来。王队，这里的社区已经很老旧了，听说要重建，这些监视器根本就是坏的。请当地管区把四处监视器再查一遍。我住伫个5楼啦，阿妈唔知爱注意到啥物。你住喺遮30多年啊呢，头一遍碰到这个代志，我迄规规抓行啊，拢乌噜噜，要惊死。不好意思。王姐，没有任何监视器画面。监视器都被破坏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早就都坏了，因为这边要重建，所以东西坏了都没人来修。唐组长监视的结果，确定是有人蓄意泼洒汽油，烧毁几辆机车。会不会是结怨遭人报复？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是合理的。钟耀庭，你们调查一下那些被烧毁的机车车主最近有没有跟任何人结怨。还有，我要整栋住户大楼所有的资料。了解。结果第3万来到家坐坐，唔免啦，像这种手机啊，薄甲天光，输甲天光啦，确实输无够。老规矩，3天等你哦。10天我嘛不爱啦。哎呦，那真是衰啦。想要拼看卖啊，看会当赢一寡钱，申请五亿光辉无？想袂到钱无赢着，颠倒42摆，哎呦，真正是愈爆愈大坑。对啊，你来啦。哦，拄则你有听警察咧讲无？你敢若人头工放火烧的呢？这有够夭寿的，烧到有够严重的，万不利来烧死人，看要安怎？迄放火烧的人哦，来抓着，阮家要死了。爸，恁母在无啦？哎，恁这早下班哈？我叫伊回来啦，甲讲咱这咧火烧厝啊。哎，恁嘛较差不多咧，迄楼骹哦火烧厝哩，恁这早叫回来要创啥啦？爸，不要紧啦，恁无代志就好啊啦。阿哥嘞，目睭睁啊大蕊，比我较大蕊哦，看啥啦？阮老阿稳当是为着迄100万在烦恼，四界在走撞啦。
你也无要甲斗三工啊？我来想无呢，迄借来100万，伊到底开倒位去啦？爸妈，哎呦，你今日休困哦？休困，我今仔日请假，咱家火烧厝你拢唔知哦？火烧厝，侬烧到楼骹尔，咱倒够烧着？困啊，来，当你爸的面，你讲100万你开你倒去。老做朋友的生意了去，是啊，自头到尾也无听讲你要做生意啦。做生意这款大代志，你啥无爱跟参详一下？爸，我俩总共会赚钱，我都不好恁看我无。啊，谁知啊，我哪会这么衰？啊，无几工啊，迄投资的钱哦，都了去啊。你吼，西街两个无，北街才有啦。我借问下，今你家你的朋友是做啥物款的生意？你莫介绍我熟悉，我来请教我是安怎了的啦。你即摆就是无相信我就对啊。对，我就是不相信。人一般人做生意，拢嘛事先啊好啊计划，我花安怎做才会趁钱。你个人无共款啊，迄100万啊，轻轻在个落落去，你当然嘛了钱。我知，你是做一间哦无正当的生意，连我知，拢是你啊。因为你啊，你是看我无，连我无做在，我都趁大钱。我才会去投资朋友的事，看会当赚淡薄，互你看有无？谁知啊，我哪会这么衰？这表示你不要做生意啦。你若跟我同款，你卖过几个月，下这么重本啊？做生意个应该吼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，安尼对不对？那才有你啊，哈！一个月想要好起来，想法你当然嘛失败。对啦，我即马失败，你安尼讲啦。今日我若成功，你干咪安尼讲？我欠人100万。是我应该，也不过我干嘛安尼哦？对啦，你不来跟我斗相共，无要紧。也不过即摆我落座啊，你欢喜啊对无？那你是讲在倒位？天下父母心呐，啊，倒一个做是大看后生啊，你跋倒失败，一生我会欢喜。你哦，了然呐。对啦对啦，我了然啦，我捡到啦，啊你上欢喜啦！嘿，你甲爸讲话，敢有需要用这种口气讲话啊？无你的代志啦，无我的代志。即马欠人钱的是你，唔是爸。你安尼大声细声咧对阿爸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爸到底倒位对不起你啊？我讲的是事实啦，伊无要甲我斗相共，伊若袂，讲这阵是要创啊？你若是好阿爸，你就听我检讨一句好无？莫搁乱啦！妈。是伊咧乱，毋是我咧乱啦。爸已经替你去还钱啊，若无你敢会好脚好手徛伫遮？董事长啊，我哪毋知？毋是，爸敢有可能目睭看紧，看你予人安尼剁脚剁手？伊早著去银行借钱还你迄100万啊！你敢咧对伊硬气硬气？你真正吼小到不好诶！阿爹，我讲吼，银行讲伊借钱诶代志，还是安那对你？啊你咧？你敢会替伊加收一寡？捡一边对啊，是我唔对啊。爸，我知影你嘛无是为我好，
你直叫我去找头路，不是要摕我的钱，是无希望看到我安尼规工乱溜达。也毋过，我真正有认真咧找头路，啊，即摆时机遮尔歹，头路真正无好找啊。人来讲啊，田螺甘水，八冬太时机啦。有影，即摆景气有影是歹，工课无好找。也毋过我嘛足歹看你安尼规工乱溜达，你家己的心肝嘛爱留啊拍算一下，看你未来路要安怎行，安尼毋才对。我会认真去找头路，袂让你哦，搁为着我烦恼啦。我欠你的钱，我赚到钱，我会还你啦。你食阿姐这回啊啦，啊你做任何代志，敢拢袂晓想想？我田林母啊，是已经几岁人啊，无可能一世人甲你斗三工啊，啊？那假使你真是有困难滴个。我一定甲伊斗下手，为我多甲伊斗三工，就是你的心呐，你有迄款打拼的决心呐。我知影。我知影我唔对啊。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啊啦。我希望你以后做任何代志，哦，还你要想一下。天下父母心，你我将心比心嘛，哦，唔当讲你妈妈规工为你个操烦，伊遮尼疼你呢，你可唔当好心哦。看新闻啊，有个钉子户，他就是不愿意配合，结果他们家被房子包围起来，气到晕倒了，救护车还要用楼梯爬到二楼才能把他扛出来送医院。你给他听清楚啊，这条不能是路了，你若敢傲慢哦，该放开，你该试看卖嘞。哎，哎，你安尼从啥？哎，你从啥？你是要气我这老伙啊？啊！哎呦，龙大娘。待会我们证明给你看。什么证明？那个竹针呢？我弄给你。看见镜子里的我，遍体鳞伤，不害怕。他给我打了叶光辉，他叫刘美玲进来喝杯酒道歉，光辉就不会告他哥哥，就会原谅他哥哥了吗？那不是因为你去年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我那不是你。我受到伤害，我到底要改在你倒位呀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世人欠我的，永远拢是无。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关系。啊！无恁哥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，影响到你安怎啦？讲啊，讲袂出来啊！